你知道这个声优真的很厉害，他声线很多，就佐仓尼音呢、啊。佐仓尼音，他真的是大台的声优、啊，他声线很厉害。就你去看他的动漫配的那音，那个角色音呢、啊，跟八重又差很多。我都好奇他到底是怎么发出这个声线的、啊。你知道他还是今天要来点兔子那个宝灯心爱的声优吗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宝灯心爱，对，这个女人的声优就是八重同一个声优。对呀、啊，你不知道同一个啊？这同一个哎、欸！我是很好奇，他到底是怎么配出这个声线的？他五等分的花架也是啊，五等分他是里面的事业啊。这个也是他。あいつらはお前と仕事の話をしに来たんだろう。あ、这个是肖。こんな無理にしちゃって本当にいいのか。肖、跟八重。还有，果然我的青春恋爱物语搞错了。那个伊勢一吕坡也是他。それほどまで強力な相手とは組みたくない。突然跑出一个肖。今度はもうちょっと知り合いの少ないところにしましょう。でも。楽しかったのでおまけに10点あげる。それにこの大会は今聞いた声音。結末がどういう風になるかはまだ聞不出来啊。とりあえずは我らも楽しみながら不安を。佐仓林音不愧是佐仓林音啊。欸，其实那个夏洛特的那个女主也是她、欸，夏洛特的女主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一下啊。这也是他。これに影響された。よしに行くとしよう。哇，配的好多，举例举不完。ここはなかなかの景色じゃ。我真喜欢他这个乌姆。空気からウリンの匂いがしておる。いつもアイテムに頼って点々。ほう。純粋な感情は余計なものでとどめてはいけない。我让 B 站看到这个。レイラちゃんの考えは王道じゃの。这个萝莉也是他。这是黑妹啊。嚯，这跟八重神子是同一个声优呢。でも、それってキノコ。你听。レイラちゃん、やってみるがよい。哦。心配せずとも、わらわと。他到底是怎么配出这个声线的、啊？好厉害啊！好，影片最后呢，可以跟各位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的这个 B 站啊，之前有翻过佐仓绫音的声优访谈。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来查看一下啊。嗯。好。わらわにも理解できる。好。わらわか？わらわに尻尾はないぞ。你可以看一下。八重美子役の桜彩音です。对，这就是他本人。好，那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来我这个 B 站，然后查看一下啊、哦。好，那希望这一部影片视频大家喜欢，有什么想法呢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哦。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，又或者是直播上再见喽。感谢各位的收看。